结果他就考虑很久很久很久，他都不回答，直到他睡觉之前，他睡着睡觉就是的。终于妥协了。他会咬人哦。所以我们家是不跟他玩咬咬的游戏。不跟他玩。养成习惯，他不会控制力道的游戏。他以为就是因为我们大人跟他玩就是很亲切。那么久，我的宝贝，他开始碎碎念，你在说哪一朵话？